大家好，又是我香口靠，今天要玩的是《人中之龙七：光与暗的去向》。《人中之龙七》在2020年1月16号发售，推出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现在才开始玩，都有少少迟的。故事是讲述主角春日一番在横滨伊势座木二人丁和小伙伴们一步一步向上爬，和打低强大恶徒的经过。今次这一集和过往有点不同，引入了 RPG 战斗系统。我自己呢就第一次接触人中之龙系列，所以这只 game 对我来讲都挺新鲜的。但是玩的时候就有机会错过了某些彩蛋，又或者对旧的角色比较陌生。不过之前都讲过啦，2020年想试下玩下不同的游戏，不是只局限于 GTA、Red Dead 又或者汪坑。所以废话少说，马上开始《人中之龙七：光与暗的去向》。第一章：光与影。ここで会ったが100年目。呢度遇到你就系死期啦。この顔を忘れたとは言わせない。你唔好话唔记得咗呢张脸啊！駿河の国で喺駿河国斩死嘅断头商人伊右卫门就系我阿老豆啊！唔通你就系嗰阵嗰个阿头？我为咗报仇啊，喺藏喺怀子嘅刀子，唔知喺梦中拔过出嚟几多次啊！呢个女人嚟，把声咁似男人嘅。累积长年累积嘅仇恨啊，我要同你一次清算啊！简直不知死活啊！怼冧佢！哇，咁撚廢班男人，不過要舞台劇嚟嘅。你以為佢一個女人可以殺到我咩？最近喺江湖引發騷亂啊，要隨機殺人摸銀衣，其實就係我啊！那个表情好好笑。バカな男だね。バカな男だね。筋切り銀次は。我先系随机杀人摸银耳啊！見ててくれたかい？睇唔睇到啊？お父さん。老豆啊，好啊，荒凉太郎，我睇咗啲乜嘢？喂，眨眼嘅喂，唔系扮死咗嘅咩？啲社区活动嗰啲舞台剧啊，哇，俾啲挂住条钱嘅颈圈俾佢。奇迹之旅型啊！好多日本刀喺度。マスミ。紙吹雪は切り終わったのかい？蔡志之源未啊？いえ、まだ。何ちんたらしてんだ？你要拖啲乜撚嘢啊？明日の朝には大阪に出発だよ。聽日就要去大阪啊！ちょっと人気が出ただけで。即係稍微紅一啲就以為自己當家台柱了咩？これっぽっちの金で。赚得个啲多咁多钱，你有冇搞错啊？唔准攞我嘅钱啊，系我赚翻嚟嘅。你唔好自以为是啊，臭小鬼！点啊？你个眼神想点啊？
这个就是对老母的态度了咩？哇，握住把铰剪怼住自己个女。下次唔好刮深啲，就冇办法用化妆遮住啦。快啲停啊，杨子！你有乜捻资格命令我啊？你以为表演活动系边个倾翻嚟噶吓？即系爹都唔够胆爹。小虎。今晚要唔要去园丁啊？个扣仔。咪捻理佢咧。挂住个钱圈就咁出去。大丈夫か？マスミ。冇事啊吧？哇！块面原来有笪拉喺度嘅。紙吹雪は心配するな。蔡志嘅你唔使担心嘅。明日トラックの中で父さんが切っといてやる。听日老豆会喺卡车度帮你剪好噶啦。父さんな。老豆，我虽然啊演技只系三流啊，不过剪纸系一流嘅，每个人都咁样讲嘅。所以今晚我哋一齐出去食饭好唔好啊？去横滨中华街点啊？好啊。呢度就系横滨中华街，咁啊一翻咧一翻喺边？男仔嚟嘅真系，唔怪之把声咁似男人啦、啊。そうだ、マスミ。横浜の学校。点啊？你喺学校里面有冇朋友啊？又系啲父母最中意问自己细路嘅问题。冇乜朋友啊！每次都一个月就转学，交朋友都系白费功夫。冇哥咁惨啦！老豆细个嗰阵啊，连小学都冇办法读啊。好吃角喎、啊！呢間嘢叫，哇！啲燒臘喺度。今日就大手筆啦！中華料理之魂，北京烤鴨啊！想成隻曬乾之後放落去烤熟啊，表面皮又香又脆，好好味。我意思你，一定好貴喎、啊！中華料理之王。唔緊要啦，今日係特別嘅日子啊！好似好味咁啊！两个人坐咁大张台，即系佢而家呢个细路嗰块面嗰、那个刮嗰、那个疤，佢老母刮落去啊嘛！你咪食得太多啊！台柱演员仲未登场系咪啊？我知啦，北京鸭未上菜啊嘛，我去个厕所先。呢只就係北京鴨。哇，係把槍嚟啊！哦，哇，射头添啊！多少？老豆，多少？老豆，哇，好核突！
去个厕所翻嚟就冇咗老豆。大个咗啦。二十世纪最后一日啦嘛。芳村组组长，我哋就去食本世纪最后一餐午餐好嘛？阿一俾我派咗去跑现场啦，约头扎成像。今日系除夕啊！神室町嗰度有啲咩过年或者暑假节目啊？只要街上面冇休息，可以赚几多就赚几多。呢个系新计嘅铁证啊！给我站住！边个会俾呢种泡泡肉出身嘅包皮狗捉到啊？呢个一番就系个发型咁嘅咩？一番追上小混混，点啊？专心追赶目标，追逐开始了。追逐时会自动朝住目标奔跑啊！撞到障碍物就会拉开距离，咁啊 L 就闪开障碍物。OK。你咪加速啊！咪走啊！人都系障碍物嘅一种系嘛？就咁谂快呢条友去咗边啊？三角形。喂，低能！我想穿嗰条柱，竟然做唔到。哇，咩事？佢掉啲咩啊？去咗边啊？系，我已经跟得咗啦。哦，冇事冇事，得呢种程度咋？哇，喺边度跳落嚟啊？哇，学长，你有冇经过兄弟同意就买呢种嘢？你觉得冇问题咩？又唔系可疑嘅嘢，就系动物画面啫嘛。怀疑嘅你去播播嚟睇下嘅。呢个叫做地下影像带，卖俾高中生啊，真系唔系几好嘅。放过我啦，一番。我哋国中时代嘅交情份上，而且对你黑道嘅身计一啲影响都冇噶嘛。影响就大啦。小鬼买到呢啲假货就会向呢个芳村组哭诉啊，会对唔住我哋嘅徽章啊！快将你喺小鬼身上挂嘅钱交晒出嚟！哇，打我！哇，仲要攞个，应该流血噶咯，打到。点解系派声嘅，唔系声派咩？呢啲个下三滥，我要打交啦！战斗中可以从画面嘅左下方指令选择行动啊！如果选择攻击嘅话咧，就会用手上嘅武器攻击嘅。试下攻击先啦！攻击。攻击！哇，扣咁少嘅位。如果喺敌人起身之前选择攻击咧，攻击就会产生变化嘅，对倒地嘅敌人进行追击啊，咁就会更有更大嘅伤害。好，攻击，扣23。哇，佢扣12咁多。
HB 歸零就會敗筆，唔該曬。其他道具咩要食啲咩啊？有飯團食喎，咁啊，求其食過啫，鮭魚飯團。選擇防御嘅話，下次輪到自己行動之前都會採取防御啊。OK， 好防御。都扣六喎，已完成教學啦，打到牛尾呢，而且如果敵人附近有啲單車或者雜物之類嘢，可以攞出嚟打佢嘅。好，邊度？唔係話有雜物可以打佢咩？側邊冇雜物啊，咁啊直接打佢啊！好，追加攻擊，再追加攻擊，打到了牛尾，有500 yen。Level up， HP 提升咗13， MP 提升咗11，攻击力多6，全部其他啲都加4咁样样，学习咗极技奋力一击。哇！废柴，春日一番，一番大哥你冇事啊嘛？呢个安川光雄，喂阿哥，你睇下呢个，哇，都几多钱啊？呢条友啊，识得耍小聪明啊！你讲咩啊？将啲钱还翻俾个高中生啦、啊！啊、好不容易先攞到钱嘅手，攞到手嘅钱，仲要特登揾佢出嚟呃细路嘅钱，我叫你翻去还就还啦，咁多爹，你知道啦，知道啦。哦，そうだ、ミツ。ここどうなってる？哎呀，做咩啊？俾佢用手指虎打嘅嘢啊！哎呀，重捻咗啊！睇发型啊，叫你，我啱先电过发咋，难得今次做一个唔错嘅造型。唉，块面俾人打咗几下，真系丢脸啊！七死啦！いつもの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吓，每次都系咁啦。大哥，你有呢个斗 M 嘅属性噶嘛？你话我斗 M？ 哦，啱啊，你系斗 M 啊。だって兄貴いつも弱い相手でも每次遇到好弱嘅对手，你都唔会打佢噶嘛。様子見ながら戦ってる。通常一度观察一度打。ええ、そのことかい。哦，原来你讲呢样啊。前から不思議だったんですよね。之前我就觉得你好奇怪噶啦，又唔系职业摔角，都唔需要俾人直接击中啊。確かにその方が的确咁样就冇咁容易俾人打嘅。なんか俺に合わねえ。不过唔似我嘅个性，太唔似勇者啦。我系中意俾人发作。勇者？勇者？冇错。每次打架嘅时候，我都会当自己系勇者嘅，就会脑海出现咗勇者斗恶龙嘅世界。话你究竟有几中意勇者斗恶龙啊？唔得啦，咁我先至会分俾呢个肾上腺素啊，可唔可以发挥全力啊？仲幻想啲咩勇者啊？中意病，我哋黑道嚟啊！被人怼冧就乜都完噶啦，先杀先赢。头先俾人听到你又俾人闹噶啦。我哋呢个只系讨生计啫，如果出人命，大家都唔想嘅。我好中意而家呢个同你一齐生活啊！我唔想破坏呢啲日子。もうあの
我已经不想再翻回最低层了。你说在泡泡浴办公室都一起玩勇者斗恶烈龙的时候啊，虽然多得有那阵的经验之后，现在的我是由勇者教导而成的。人生の教材ってやつ。你人生的教材竟然是勇者斗恶龙。なんか俺もやりたくなってきたな、ドラクエ。の、やれやれ。喂，快啲玩啊！不过将头先啲钱俾翻个细路仔先。啊，そうでしたね。系想吞咗佢咯，明显佢自己。じゃあ。俺この金返してきますね。もう還返錢過去噶啦噃。終わったらタバコ屋の前でお茶。處理完之後咧，喺香煙度香煙店度等啦。呀，一智。竹雄のおっちゃん。咦，武雄大叔你最近點啊？おかげさまでね。托你嘅福啦。中のママがお前のこと。小酒館嘅媽媽神喺度揾你啊。一智に店に来てほしいって。你過去過去嗰度啦。到代妈妈散问我咩事啊？唔知啊，总之我就转达咗噶啦。咩向我寻仇啊？決まっていくか。攞出光镜去睇下先，睇下先个地图。前往道代身边位拱你。咩戴口罩喎、啊？醒目啊！呢、這个时候戴口罩。好，好到啦！呢度就系妈妈神啊，道代。哟哟，阿一，我直待到等紧你嚟咯，陪我饮杯啦！今晚系除夕嘅。好恐怖啊！你揾我有咩事啊？就系陪你饮酒啊！因为我冇嘢做啊嘛，我就系谂到你咋。你喺度讲乜卵嘢啊？我喺度为紧我嘅事业打拼紧，你竟然叫我陪你饮酒？你扮乜卵嘢啊？咪又系废青一个。个八婆好嘈啊！从你一直从你出生之后，我就一直喺度饮啦。我好恐怖，其实佢睇亲啲都屈底啊！就咁掉低佢喺度啦，最好硬多两脚添。咩啊？帮忙定严厉斥责，梗系斥责啦！你睇下你，切咪又系帮佢？即系无论我拣边个都系帮佢。饮咁多危险噶，出事咁点算呢？热情到隔 level one， 你肝脏唔得噶啦嘛，再唔识开而知你会死嘅，知唔知啊？对唔住啊！ありがとうね。咩啊？春日嘅言行举止会增加综合能力。综合能力是指代表春日的性格能力值啊，随着提升啊，能力提升可以利用设施和交谈的对象就会变得多，能得到各种的好处，即是咩啊？即系类似 Red Dead 的荣誉值咁样样系嘛？有六种：热情、精神、朝气、善良、知识、时尚。咁啊，采取各样的行动啊，积极咁样磨练综合能力啦。喂，阿一又系你？武雄大叔，妈妈神根本就系真系饮醉咗啫嘛！你而家仲讲啲咩啊？呢廿年嚟，我未见过妈妈神系清醒嘅。阿先唔讲呢啲先，道元乡好似出咗啲麻烦啊！你快啲过去啦！桃源郊的桃源乡发生咩事啊？我唔知道啊，毕竟系呢个泡泡浴啊，难免都有啲事噶啦。系客人同小姐有纠纷，你快啲过去就啱噶啦。
即系我又系帮手执人哋啲苏州屎。呢度咩嚟噶？有呢间餐厅嚟噶，入去睇下先咯，不如。睇下先，喂，我要食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睇下先，好，我得1500 yen啫，然足系唔够钱嘅，咁走啦。唔使多谢，我走啦，拜拜。真系穷啊，阴公，饮杯酒都唔得。睇下先，喂，小姐，一个人喺后巷做乜嘢啊？好危险噶。做咩啊你？等哥哥带你去个安全嘅地方好唔好啊？吓，唔好系咁叫啦喂！就系娇喘式咁样叫嘅啫。嚟啦，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喂喂，一齐去玩啦！呢间叫咩啊？呢间叫雅天使喎，雅天使。好，进入雅天使先。哇，这个肥婆系边个？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男人声嘅喂。好，又系跪到阿妈都唔认得。走啦，拜。喂，阿小姐，你仲喺度等紧我啊？我知道你想同我去玩嘅，啊？喂，嘿，唉，算啦，过去边度睇下发生咩事，帮人哋执苏州屎。桃源乡，喂，阿一，你嚟得啱啦，太轻的骨多，多斯特。店の便所が詰まっちまってよ。好，厕所塞咗，但系搵唔到厕所吸把。うんこ吸い出すゴムのカップだよ。荒川組の事務所。有嘅话就借过嚟啦，喂！真系惨，以为咩大件事。阿道又唔系打杂，你咪睇唔起我啊？咩口气啊？你以为你帮忙清咗你啲撒尿满地嘅大便？咩啊！我 B B 嘅时候濑屎嘅经事仲喺度抄翻嚟讲，黐线嘅啲人，竟然记住细个我屙烂屎嘅嘢之后，而家要我报恩，你咩人嚟？而家要去边啊？前往香珠店，人性。喂，小姐，喂，又入下先啦，呢间药馆嚟噶嘛？睇下先，有好多药喎，有冇杀龙巴斯卖啊？睇下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哇！又系跪物跪捻到阿妈都唔认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走啦，我冇钱。中国料理黄河文明，喂，快啲俾钱啊！不良少年的头头，软弱的眼镜男，你话咩话？你话陀地？除积税啊，好似香烟啊或者酒之类都系啦，快乐嘅嘢唔系都要缴税嘅咩？如果想快乐过年嘅话，就俾钱我哋啦。点解我要俾你哋啊？废话少讲啊，攞银包出嚟就啱啊！听到未啊？喂，真系嘅，勒索呢啲烂勾当行为，你竟然仲喺度做？停手啊！你啲小混混，吓、啊？你边捻过啊？吓、啊？我真系路过啊！真系，我话你哋除夕唔可以乖乖地咁过咩？哎呀，真不巧啦！我哋过年期间营业系冇公休嘅。做事嘅话，我都会令你有吃不完嘅兜着走，我都唔知咩翻译嚟嘅，吃不完兜着走，哇，真系好卵惊啊！
如果你想令呢个神屋丁冇面子嘅话，我都系唔会罢休嘅。喺度耍什么水，唔理啦，同我劏咗佢。啊，要打佢哋啦，系嘛？相貌凶恶的男人们，睇下先，必杀技极技嘅与输入按钮。指令極技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必殺技，有攻擊、回復、輔助，有三個類別的。尤其是攻擊極技可以連續連按發動中顯示的正方形，找準時機輸入三個形的話會增加傷害。極技必須要消耗有畫面右下方的綠色亮標的 MP 才可以使用的，記住看回剩下多少。那繼續選擇極技啦，奋力一击，睇下打边个好啊！呢个叫远山，呢个叫河源，咁呢个咧，呢个叫岩下，全部都 level 分咁打呢个先咧。远山，嘿，扣29，哇，垃圾扣得两滴血，哇！如果配合敵人的攻擊的時候按 X 呢，就能精准地防御減輕傷害的。如果春日沒有雲的話，隨時都可以使用這個防御。由於同防御指令一樣，都可以防範陷入雲或者出血等異常狀態發生，如果有機會就盡量使用吧。用刀吉我都是扣了三滴血就廢柴，奮力一擊，嘿，搞掂一个，打倒了不良少年山远。咩系咪可以挡啊？哇，晕咗原来，逼我用极技咧，奋力一击，打倒了不良少年岩下。好 X， 再奋力一击。BMG 打到了不良少年何远，240 yen。可恶啊！下次遇到一定会宰了你啲坏人咧，神输前一定会讲嘅对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太感激你啦，唔使客气。讲真的啊，过年期间神失丁比平时更加危险呢，因为大家身上都带住钱，应该有唔少人会饮醉啦，系嘛？呢啲人啊，最中意拣呢啲人入落手嘅，你要小心啲啊！我知道啦，多谢你啊！好啦，而家去呢个香烟店揾婆婆借厕所吸爸爸，仲要翻去帮你吸厕所，阴公。睇下先，香烟店。喂，行街咪挂住讲电话啦。啊，周围参观下呢度啲建筑物先。呢个系叫做 Smile Burger。We love your smile。哇，使唔使嗌得咁大声啊？喂，唔好讲电话啦。咦，厕所嘅吸爸？哎呀，婆婆你有毛啊？可以攞去借俾呢个桃源香吗？你买唔得嘅咩？桃源香同你屋企一样啫。一般嚟讲，好似你个年纪，应该俾寄生活费屋企得系嘛？我边有可能有嗰种钱啦、啊？我得1500 yen 嘅咋，每个月净系俾自己生活已经好勉强啦、啊。你干脆离开芳村做呢个三次组织啦、啊，去投靠更有势力嘅地方啦、啊，好嘛？就算当小弟嘅生活费都会好过而家啦。八戒呀噜，我一啲都唔想同芳村老爷以外嘅人结拜啊！啊，真系听话啦，大阿一，我咁啱听到呢。
你而家仲系方千哥小头鬼嘅保姆啊？讲嘢小心啲啊！少主嘅年纪同我一样啊，唔系小头鬼，唔系小鬼头。咩少主啊？又唔系拍古装片，而且唔系保姆，系照顾。少主佢从小就生病，仲要需要坐轮椅添啊！咁又点啊？佢每次出去都有人照顾噶啦。老太婆，你唔好再讲老爷坏话啦，我就唔放过你啦，话想打阿婆。辛苦啦，大哥。喂，阿光，将啲钱还咗俾高中生未啊？啊，对方好多谢我哋啊，咁啊太好啦！个高中生都多钱过我，个几千 yen 我头先见到都有，我得千五 yen 喺手咁讲。我明啦，咁下一个新计系讨债，对方啊借咗50万之后啊，一蚊都未还过嘅男人。而且嗰条友啊，俾黑道威胁都好似无动于衷咁。于是我哋将其他组搞唔定，会将债买咗落嚟。咁啊，为咗方村组嘅威严，我哋都要将啲钱攞翻翻嚟先得啦。扎成个头子都讲过，就算用粗鲁嘅手段，都要将佢嘅钱包攞过嚟俾我。咁嗰条友喺边啊？呢个时候应该系第三公园啦，系嘛？我过去睇下先，你而家阵间都过嚟啦。好，前往第三公园吧。第三公园系吧？喂，嗨！就在前面啫，原来咁都唔等埋我喺隔篱街，欠债男咧喺边啊？你睇下呢度，呢、這个就系欠债男。呢、這个系平重啊！啊佢啊！你识佢噶大哥？唉、哎，算啦，我哋上啦。喂，平重先生，呢、這个优雅时间休息喎、哦，一蚊都唔还，咁攞啲债务嚟食烟系咪特别香噶？吓，咩眼神啊？睇唔起黑道啊？他の組には通じたかもしれないが、債権が荒川組に回った以上覚悟すんだな。你早覺悟啦。痛い目に遭いたくなければ。唔想吃苦头嘅话，就将钱包留低。真系废人哋企起身已经怯咗。还唔到就系还唔到，就系、是、咁。你仲系咁大只、啊，大个子平重。哪里得得的？小时候成日同你玩摔角游戏嗰条友啊。就算你对细路都会使出呢个炸弹术。抱抱肉嘅一番，こいつと一緒にいるってことは，竟然同佢黑道啊，都几适合你喎。そっちこそ自衛隊行って夢破れて出戻りか？世間は厳しいね。てめえには関係ねえ。そうも言ってられねえのよ。黑道要絕對聽從上頭嘅命令啊！无论用咩手段，我都要将你嘅钱包带翻去。攞钱包嚟，我都话我冇钱还咯。財布渡してくれるだけでいいんだって。あんたを相手に手荒な真似はしない。我唔想同你动粗啊！哇，好有自信喎、啊，一番明明嗰个身形已经争咁远。我唔想见到嗰个最强国中身啊，拍地投降嘅样啊！最强国中身，抱抱肉一番，竟然讲出啲嘢咁嚣张嘅嘢，咁想要嘅话你就抢过嚟啦！大哥，我哋组队上啦，你做裁判，唔好出手。诶、欸？
ゃごちゃ言ってんじゃねえぞ。废话少说，看招。我要同佢打啦！哇，哇，佢有武器嘅喂，好激技，奋力一击，哇，扣一半啊，分缺了。攻击，恢复意识了，哇，到佢攻击啊，哇！哇！我大把血仲有，不过你就系死啦！再嚟奋力一击，真系渣啊！平重，哇！有800 yen， 好 level up， 灵巧到交一，瞬间爆发力。呢、这个最强国中身就倒下咗啦！你果然好强啊！やっぱりあんた強えな。強えな。勝ったら俺だ。不过赢嘅系我啦。財布はもらって。钱包我攞走啦。それだけは勘弁してくれ。我求下你唔好啊！里面有啲咩啊？明明就好有钱啊！你开始有全心赌债系嘛？你做咩啊，大哥？何やってんすか、兄貴？え？何って？なんか余計なもの。呢度有多余嘅嘢咯。余計なもんって、これ金？グレートさんよ。讲好咗啦，钱包我收下啦。我真系好鬼好人喎，春日一番，走啦，阿光，烂好人嚟噶呢个春日一番，你点解唔将钱攞翻去啊？平总系唔会倒债嘅，仲有系佢会还钱，点解咁肯定啊？连随即都去工地赶工嘅人，唔会漫无目的咁工作啦，系嘛？佢食紧烟，仔细睇其实系咩啊？烟屁股，我即系喺地下执翻嚟嘅烟嚟嘅啫，喺地下。但系点解唔包咁多钱嘅？因为听日系新年啦，佢想俾佢老母食啲好啲嘅嘢，先至喺银行度拎出嚟。咁都唔代表可以欠债不还噶。你知道少和大街有间老点心铺吗？唔系执咗冇几耐嘅咩？嗰间屋就系平重嘅老家，佢老母开嘅。佢老母啊，大概一年之前坏身子啊，连店都俾人收埋。之前我去探佢嗰阵已经好瘦噶啦，但系佢就好开心同佢讲话，佢个仔为咗照顾我，所以翻咗嚟揾我。咁平重借嗰啲钱系佢老母嘅住院费同手术费。如果你咁样翻去会俾人怼冧噶喎。吓，冇问题啊！佢就系话要将个银包攞过嚟啫，冇话要攞钱过嚟。钱包唔系已经喺度啦咩？佢唔系咁嘅意思啊！カシラからだ。マジっすか。マジっすか。一番です。一番です。おまえな。我话要响两声又接噶喎。你仲要跑现场啊？系。系。今日新计已经做完啦，而家准备翻事务所。すみません。今すぐダッシュで向かいます。对唔住，我一即冲翻嚟。系咪俾人炒啦？春日一番之后去离开呢一度。万一小张有啲咩事，你几条命都唔够赔啊！系，我
ちろん。若の付き添いですか。你翻去服侍少主啦。死啦！忘れてたぜ。我唔记得咗啊。三つ、これ持って先に事務所戻っててくれ。你攞呢个翻事务所先。こんなの俺から頭に渡せるわけないっすよ。你玩捻我啊？付き添い終わったら連絡くださいよ。俺適当に時間潰してますから。好，前往公寓。又话的士喺度喎，我要坐的士翻嚟啊！圣达，我要快啲翻去少主嘅公寓啦。睇下先，少主嘅公寓。我睇唔到喎。喂，小姐。荒川正人さん、荒川正斗先生ね。本日はまだお見えになっておりませんが、今日仲未見到佢吧。そうっすか。すいませんでした、若。对唔住，少主，我啱忙住处理新界嘅事。場所をわきまえろ。你要睇下场合啦。荒川正斗。嚇親嗰一家大細，唔好意思啊！要幫手推輪椅。今日が何の日か忘れてたのか。你唔記得今日係咩日子啦？まさか。点会咧？ゆめのさんの誕生日系梦濑小姐嘅生日啊嘛。手ぶらじゃないだろうな。你唔会两手空空咁过嚟啊嘛？買ってきたんですね。時間もなくて。礼物系有买嘅，但系冇时间，所以买唔到啲咩好正嘅嘢。まあいい。唉，算啦。それより一、親父に喋ってないだろうな。你唔好话俾我老豆听啊嘛。もちろんですよ。梗系啦，梗系冇啦。何か聞かれたらデパートに買い物に。如果佢问起嘅话，你就话去百货公司买嘢啦。あのじじい、いつまでも。嗰个老屎忽几时先唔再当我做细路啊？心配なんですよ。佢担心你啊，因为佢好重视少主你啊。知ったような口を聞くな。你唔好摆出一个乜都识嘅样子好冇啊？陰公明明兩個人的年紀差不多，但要對他那麼好禮貌。這個是哪裡來的？大丈夫ですか。もしやま少主。大丈夫だ。大丈夫だ。もうすぐ着きますんで。马上就到达噶啦。まだ行くな。哎，冇都系冇过去住。そこに入る。停喺嗰度。あ、はい。はい。咩嚟？呢碌药物嚟啊？何すか？咩嚟噶呢个？それ海外から取り寄せた。喺国外弄出嚟嘅最新嘅麻黄碱。F 麻黄碱。一種ドーピング薬だ。系一种兴奋剂嚟嘅，可以令到交感神经兴奋，令虚弱嘅身体好似健康身体咁样行动。効果は短時間だが。虽然短暂，但可以即刻生效。点解你会带住啲咁嘅嘢喺度噶？今日は俺の
誕生日だ。我女人生日。こんな体で恥かかせる。我唔会因为呢个身体令到佢丢脸嘅。それやばい薬なんじゃ。呢只药唔系好多碟噃。日本じゃ認只系日本未批准啫。ここに打て。帮我打喺度。え？哇，好大压力喎。俺無理っすよ。哇，我做唔到啊。わか、こんなの危険です。太危险啦。意気地のねえやつだな。你个废柴。你自己咪人唔够胆先叫我帮你打，一结几都系。吓？我噶，少主。我噶，喂，少主。哇！吓死！哇！只眼变咗黄色，黐线。个手仔震震地添，而家。哇！见证奇迹嘅一刻，行くぞ，行くぞ。わか。就咁摆张轮椅喺度，佢话短暂药物，咁阵间失效咗，咁点算？欢迎光临。哇，点解佢识行嘅？佢唔系坐轮椅嘅咩？こんばんは。你身体瞬间好咗好多啊！びっくりしたよ。喂，蒙娜小姐咧？我会尽快叫佢过嚟噶啦。先ほど別のお席に着いたばかりでして、それに今日は。哇，今日佢生日啊，所以特别多人揾佢。ちょっと。そこ話しつけてきます。哦，即刻去搞掂，我会攞出绅士风度处理嘅啦。请问有咩事呢？哦，蒙娜小姐喺边啊？系。蒙娜小姐就喺嗰个位度啊。边个系蒙娜小姐？喂，唔见咗嘅，佢又俾人叫咗第二张台度啦。今日好忙啊。阿真斗先生真系好翻啊？因为种种缘故啦，答咗等于冇答咁啦。哦，系啊。哦，今日春日先生总算可以从奴隶嘅身份解脱啦。哇，喂，奴隶？八噶，先唔系咩奴隶啊，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但系真斗先生系老百姓啊嘛，咁身为组长嘅春日服侍唔系应该好奇怪咩？唉，少多管闲事啦。蒙娜小姐喺边啊？唔好意思啊，我谂你自己揾会比较快。好啊。哇，你对出手大方嘅客人系有咁嘅态度嘅咩？你唔谂下上个星期嘅圣诞节我哋点咗几多杯酒啊？但系点酒嘅唔系春日先生喎。唉，真系啰嗦，我自己去揾啊！点啊？我都唔知道蒙娜小姐系咩样，我点揾佢？打先。喂，你嚟得正好啦，可唔可以帮我攞湿纸巾啊？打翻走的客人。我唔系服务生喎。我会令到你当上第一红牌嘅热血嘅客人，哇，好开心啊！佢唔喺度，
睇下先，呢度唔入得喎，有个无形嘅力场喺度。呢度咧，蒙娜小姐喺唔喺度啊？好可惜佢系孟子，我系孟子就唔得噶啦。点啊？边啊？蒙娜呢度啊？对唔住啊，人咁多，你唔需要道歉啊。如果客人冇几个嘅话，反而令替你担心。なんだ君は。你做咩嘅喺度？点讲好咧？そちらの女性を。我系接呢位小姐嘅。ちょっといっちゃん。いっちゃん。お店が決めた順番を守る。唔系应该按店家嘅决定顺序嘅咩？规定系死嘅人嚟活嘅。今次就俾我哋优先啦，唔该。哇！佢揈我只手嘅时候，个手仔都震震地噶。做咩啫？你用啲咩逻辑讲嘢啊？吓？唔识逻辑系咩意思？你讲咩啊？讲人话啊？喺边度有绅士风度啊？根本就喺度吵嗌交呢个傻仔。お騒がせしました。唔好意思啊，打搅你哋啊。不过呢条友冇恶意。悪気はない。店家决定顺序只系表面说嘅词啫，做风化业嘅，讲穿你又唔可能对客人一视同仁嘅。有啲客人使钱就比其他人多几个数啊，系咪？呢个就系资本主义表面说辞啦。好，系几靓嘅呢个蒙娜系嘛？呢个系我个女人啊。なるほどね。多谢你嘅理解。咁啊，我请你饮酒啊，打扰一时嘅陪醉，好唔好啊？唔使客气啊，从菜单里面拣你中意嘅酒啦。酒嘅话就唔需要啦。唔通酒量唔大，又唔饮酒又要追女人，咁就需要呢一个啦。话攞钱达人，东都银行。哇！呢、這个世界竟然有人唔要钱啊！結構です。受け取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唔使啦，我唔接受。打佢啊！俺の気が収まらないです。咁样我会过意唔去啊！じゃあ代わりに。結構です。唔使啦。立場上。基于立场，我收礼物系要拣对象、内容同理由嘅。何が立場上咩立场啊？你唔好摆一副高高在上嘅样子嘛！度胸あるな。你系边个组织噶？どこのもんだ。仕方ない。唉，睇嚟冇办法啦。唔讲清楚嘅话，呢个对话系无法结束噶啦。哇，警察嚟嘅呢个。名片都系，都要谨慎咁交换对象。你喺度饮酒冇关系嘛？都唔违法嘅。咁啊，带佢去你哋度啦。お席にどうぞ。乾杯！乾杯！俾一部啲咁尴尬嘅音，咁尴尬嘅音乐嘅。飲到啲咁貴嘅酒，我哋太幸運啦！超 lucky 的。違うんじゃねえか？そうよ。まったくこの子たち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マサトさん。真係多謝你啊，陳豆先生。あ、いいって。唉，唔緊要啦。呢度已經係最貴一瓶酒啦，你哋應該好少機會飲到，咁興奮都冇辦法啫。少主，啱啱唔好意思啊。
通りのくせに強がりやがって。明明系个臭条子，却要逞强啊！呢个家伙反而系私底下逼人攞钱出嚟。あの野郎よく来るのか。嗰个粉皮蛇嚟噶。初めて。冇啊，系第一次啊。夢野さん、プレゼント何だったんですか？プレゼント何だった？何言ってんの？私はこうやって来てくださって。肯定我已经好满足噶啦。看到你。相変わらずラブラブですね。一样咁恩爱啊！我都好想一个要个真斗先生咁嘅男朋友啊！喂，一智，お前のから見せろ。喂，阿一，你攞出嚟啦。系，でも。我唔系好习惯呢种事喎。其实系咪冇准备礼物根本就？早くしろ。你攞个厕所泵出嚟啊！すみません、気持ちだけですけど。気持ちだけですけど。系个银包，哪里上呢？我唔知礼物应该点样拣啊！而且要送俾少主嘅女人，少主嘅女朋友，更加冇头绪啊！不过我已经系买咗最贵噶啦，真噶，所以我得翻千五 yen 系嘛？做咩啊？你同我同我阿妈用过一样样噶。过啦，冇。一番买最贵嘅，但系审美观系爷爷级啊。一番どころかビリッケスだ。こいつは。唔好理一番啦，佢根本就系吊车尾嘅。啊，マサトさんうまいこと言う。真系惨啊！一番你要做小丑。まそんなこったろうと思ったよ。ほらよ。咩噶？哇！すごい。すごい。天与地嘅分别，两份礼物。不愧我嘅女人，知道佢嘅价值。いくらすんの？几多钱啊？マンション一個くらいだ。哇，成等楼咁贵，只表。値段じゃねえけどな。即系豪宅咁贵。ありがとう。多谢你啊，但系收到啲咁嘅，我都唔知点算好啊。唔使放喺心上面嘅，但系下次我哋要一齐买楼。一緒に住むマンションも買わねえとな。夢野さん、フロントまでお願いします。其实唔使做啦，蒙乃小姐，有个咁有钱嘅男朋友仲喺度做，真系。喂，你都拣下场合啦，好嘛？また繰り返す気か？你又想搞弯啊？今日系靓女生日啊，冇办法啦，由得佢去啦。要将自己女朋友分享俾人，身为一个黑道嘅大佬个仔，竟然接受到嘅。ごめんね、でもすぐ戻るから。我马上会翻嚟噶啦。ゆっくり行ってこい。慢慢嚟啦，唔紧要。優しい。優しい。じゃ、飲み直すか。继续饮啦。我陪你哋讲啲无聊嘅话题啦。哇！你即刻发晒口，发晒姣呢班女人。你去问蒙奈啦。消去されちゃいますよ。でも私も立候補しようかな。见钱开眼。飲みすぎか。飲得太多啦。今日我嚟负责饮噶。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え堀之内さん。帰るよ。あのチンピラと同じ空気を吸いたくないんでね。点解男士会听到阿蒙奈把声嘅？マサトさんのことね。あれはヤクザの息子。そうか。でもお前のためにたっぷり使ってくれてんだろ。大事にしなよ。
冗談じゃないわよ。飲み方もお金の使い方もめちゃくちゃだし。你去飲酒方式定花錢都。とんでもないものプレゼントしてきて。佢話下次要我買公寓，我真係好驚啊！哇，原來係呃佢嘅。怖い？そんなもの、もらった次の日に全部売ってしまえばいい。だってそんなことしたら何されるか。唉，我咁樣做唔知會點啊！脅迫啊？你驚咩啊？佢威逼你，施暴你，咁樣嘅話，即刻拉撚咗佢。哇，臭婊子嚟喎呢個。听日我去卖，我哋一齐去啦。哎呀，金で何でも手に入ると思う。而家仲以为咩都用钱买到嘅傻仔咩？咪系咯。咁样下流嘅人同你一啲都唔同啊！せいぜい巻き上げてやれ。你尽量将佢刮通吧。我知道啦。哇，呢个臭婊子嚟喎！点啊？应唔应该话俾少主听呢？定系当冇听过呢？真係好難做啊！一番仲要係個爛好人咧，呢個時候出唔出聲好咧？哇！少主，呢件事喺度啊！我少主都聽到啊嘛。少主，哦，用途は済んだのか？廁所去完啦。俺は帰るから、それで払っとけ。我要翻去啦，你攞去俾钱啦。余ったら血拭く時にでも使え。如果有剩嘅话，就攞去敏屎啊！即系听到啦，少主系嘛？听到晒，哇真系惨啊，少主。哇，好多钱喎呢度都。喂，大哥，福士少主结束啦嘛？我哋去剧场之前广场会合啦，一起翻赴事务所。知道啦。而家要同阿光会合。咁好啦，咁今日就玩到嚟一度先啦。今日就以春日一番嘅身份啊，开始佢嘅黑道生活啦。不过一番佢一个烂好人嚟嘅。在街上遇到小混混勒索平民百姓，他会走出来帮手，明明说要收数啊，又走去留返啲钱俾人，然后就攞咗人哋个银包走就算啦。啱啱就要服侍下少主啦，咁啊去咗夜店度陪人哋条女，不过就发现少主係俾人戴绿帽啊，真係阴公。咁好啦，今日就玩到一度先，之后就继续啊人中之龙七嘅故事啊。中意嘅话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我系香口靠，我哋下次再见，拜拜！咦，忽然间有人要打，好啦，打埋你先，攻击，闹事嘅上班族精辉柴，好，今日就玩到呢度，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我系香口靠，我哋下次再见，拜拜。